是 KK。在这个美丽的西安啊，我们待了差不多有2个星期左右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终于要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呢要回北京，现在已经下午1点钟了。但是好在呢，昨天晚上我是直完播以后呢，就直接先把帐篷啊，然后一些细碎的东西啊，包括洗衣机啊什么，全部都已经收好了。然后剩下呢，就是把这个桌子椅子给它收一下，然后水管啊，还有电线收一下就行了。今天还是要原路返回，从那边前面那条路一直到刚进来的那个地方，因为这个路上有点窄，太热了，刚赶紧去把袖套带上了，火辣辣的那种太阳。这回我们准备出发要回北京了，回家了，在外面已经快半年了。再来一点点，咱们停了半个多月也没查这个胎压。哎，我看了刚才没问题啊。我们现在回去，从西安到北京差不多也得有1000多公里了，1200公里，所以还是得开3天。哦，很准。刚才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可能营地的老板在忙吧，他就一直没有反应，咱在车里等一下吧。对了，趁这个时间我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东西啊，挺好用的。之前的时候，其实我刚买领克的时候，就有朋友说，哎，你这个，好了好了，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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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接。之前那款呢很简易啊，就这么放在那儿，哎，挺简易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只能是这样动一动。后来这段时间我又发现一个特别好用的这个小配件，给大家看看啊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就能动的这个关节很多。你看这里一个关节，然后这里一个关节，完了以后呢，还能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听见没有？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有质感啊？然后这样以后呢？这几个我就觉得特别灵活啊！完了以后呢，它跟比方说现在我这个苹果14啊，它就是你的手机基本上不用做什么改装，完了以后直接往上一贴，它就吸住了，而且你看还挺牢的，就一般的肯定是不会掉的。但是作为我们老款的手机啊，老款的苹果的话，你可能得贴一个它附带的一个小圈圈，也是磁性的，那这样也能达到这个效果。完了以后呢，它关键是啥？就是这种有这样的功能以后啊，比方说我要这样子，哎，我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，对吧？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，这个还是特别方便啊。你看啊，如果说你想调回到原来那个样子，哎，它主要是调横平竖平，哎，这样也行。然后呢，你要是横平竖平的话呢，就这样直接就行了，这样一转就行了，然后再转回来，对吧？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看就是多种功能吧。就基本上你这个视角的话，司机的各种视角，你看各种视角都可以满足，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，比原来那个灵活啊，灵活好多。然后呢，比方说你平时不用的情况下可以，哎，你看基本上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，那就是很方便了，就像是一个小摆件，也是好看的，然后你可以这样竖起来也行，对吧？都可以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。城市早该熟悉了，可我还是勉强，这应该就可以了。空气在升温，产品蔓延着，你那边怎样呢？我没想过变软，也试着变冷漠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下服务区了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在这边睡吧。刚刚 KK 说开着有点累了，刚刚跟这边的保安也说过了，说我们要停到这个里面去，他说可以。走走走，直着下来，直着下来，往右了，对，因为这边是一大片的空地，直着往后走，没事，你这样打可以，走走走走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车子已经停好了，让阿米同学去找个平衡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刚到的时候啊，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停不了我们这么大的车的，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这么小，结果
对，这么好的一块区域啊，我们也问过保安了，说是可以停，因为这边有个房子挡着嘛，那相对来讲我们晚上睡觉可能就没那么吵，然后这边也有个过道留着，也不影响别人进出，挺好的。今天晚上就在这住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7:21了，先把支腿支起来，前肢后面，比我们手动摇的时候真省了不少钱。我们今天晚上就简单一点，我们个米饭，因为我们中午出门的时候就把毛肚给它拿出来了，看看化没化。这个是我们一直舍不得吃的这一包，最后一包了。对，今天晚上就这一个菜，然后加点配菜，其实已经足够吃了。有，还有黄瓜藕，那到时候给它焯个水。切起来看看也还好，也没有特别多啊。不要放进去。我之前第一次我觉得担心红油太红了，太辣了，后来发现是也不是很辣。它这个要放两包。它这个红油其实是不辣的。嗯。不算太辣吧。对。再加上我们还要放一些蔬菜啊。我都怕不够。我们怕不够的还。嗯。看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实际上是不太辣的。那么多鸡。开拌开拌。哇，这一拌啊，颜色就好看很多耶。嗯，拌起来感觉就很香。嗯，其实它这边有蔬菜包的，然后我们主要是觉得蔬菜包还不够，然后我们自己又配了一点，到时候全部都放进去吧。先放了一部分，这个是我们过过水的。哇，先抓一把再说吧，因为我怕把它弄淡了。嗯。先抓一把拌一拌好看一点，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，自己再准备点菜会更好吃一点。然后香菜也放进去啊，媳妇。好。你看，哦呦，就直接就开吃了。嗯。嗯。还是那么好吃吧。嗯，还是那么好吃。我听你这么喝下去，我口水立马咽了一口。嗯，它拌的芝麻特别香。嗯，我们特地还焖了个米饭。艾米说：“你还吃米饭？”因为我喜欢吃米饭，所以我一个人吃。不是毛肚，冷吃毛肚拌米饭，我就着米饭，我就觉得好奇怪啊。也没啥奇怪的。这个应该感觉像是宵夜或者是凉菜的。但我就不，但我这不是肚子饿吗？9:34了，嗯，终于可以吃上饭了。我刚才把那个汽车，把我的零酒已经拿过来了，然后呢插上去给这个房车供电了。嗯，要不然这边有点热。对，哇，还是这个味道。嗯，放点花生米可能更好吃。嗯，这种东西啊。如果大家买到了以后呢，尽量早点吃。嗯，因为它总共也就30天，我们其实放的时间有点久了，一直舍不得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想再买一些，但是冰箱实在装不下了。嗯，先想说把这个吃了，然后呢再买。嗯、冷冻放了半个月，口感会比我们刚刚买的时候啊稍微差一点点。嗯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买到手以后尽快吃。嗯，其实房车旅行嘛，我觉得像我们这种90点钟吃饭是经常的事情，大家可能懂啊，可能吃饭好晚。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们在路上经常就会9:10、10:11才吃上饭。就点香菜，嗯，一咬可香了。